Но англосаксам уже мало санкций. Они перешли к диверсиям. Взрыв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газовых магистралях Северного потока. Это troligen rör sig om en medveten handling.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св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чем вчера заявили.北溪管道泄露这个事儿牵扯了很多的国家，瑞典拿出的这个调查结果，除了承认巨大爆炸是属于蓄意破坏以外，只留下一句话，内容敏感，无法与欧盟各国分享。结果这个表述就无异于在波罗的海再投下一枚炸弹，掀开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到底谁炸了北溪？就在10月18号前后，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各种对于北溪管道爆炸的讨论。网友的这些分析其实都源于他们认为瑞典的这份报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瑞典来讲也很尴尬，就是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这个调查结果绝不会这么快就确定，调查它一定是从最后的爆炸和这个现在看到这个泄露点来入手，然后呢，根据泄露点周围的一些，比如管道上的情况，包括我们说这个海床上的一些情况，来分析这个爆炸是从管道内部发生的，还是从管道外部有一个巨大的压力导致管道破裂，谁有可能来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这一点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对于这种爆破方式实施有能力的国家入手。魔鬼在细节之中，我是新闻见证组调查员陈林。在讨论是谁破坏了北溪管道之前，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北溪管道的构造情况。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是两条平行的离岸天然气管道，每条管道均超过1200公里，布设在海下70到90米处，相当于地面30层楼高。为了抵御巨大的海底水压和输送天然气时的高压，北溪管道由高抗拉钢制成，抗压强度远超一般的钢材。它的管壁厚度可以达到41毫米，钢管外还包裹着11厘米厚的型钢混凝土。每一段管道长12.2米，重量为11吨，加上混凝土后，重量可以达到24到25吨，而一辆小汽车大约只有1到1.5吨。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就是由10万段这样的管道组成的。按照瑞典南部30个测量站的数据，爆炸引发了一个2.3级表层地震，推测至少有2吨 TNT 当量的爆炸物。把相当于2吨 TNT 当量的这个爆炸物埋到水下70米处引发爆炸，这个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吗？技术含量高不高？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高啊，就是如果是高性能的军用炸药的话，那么可能相当于2吨 TNT， 它的重量绝不到这么大。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北溪这条管道来讲，很多人认为找到管道很难，其实恰恰相反，管道线路的部署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整个巴伦支海周边国家很清楚的，甚至很多的组织，你比如说恐怖组织，是有可能来进行类似的袭击的。那照这个说法的话，我们得先看看在爆炸发生之前有哪些国家或者组织在这个附近出现过。CNN 报道，欧洲安全官员26号和27号在事发海域周边观察到俄罗斯海军支援舰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今年7月，北约成员国曾在北溪管道泄漏现场附近使用深海设备进行演习。扎哈罗娃还强调，北溪管道事件发生在丹麦和瑞典的专属经济区，该地区遍布着大量的北约基础设施，并且完全由美国情报机构控制。10月10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发言人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曾表示，早在2015年的11月份，俄系在执行对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既定目视检查时，就曾在管道附近发现一台北约的海湖水下扫雷器。6 ноября 2015 года при плановом визуальн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газопровода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 1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натовский подводный уничтожитель мин «Морская лиса». 为什么俄罗斯方面要提水下扫雷器？水下扫雷器实际上就是一种水下的爆炸物。那么有些水下扫雷器是这个拖曳的，就是由船拖着走，有些是有自航能力的。俄罗斯提到了北约在这个区域的海上活动，说白了也还是要把这个最后的指责的对象定到美国头上。对于美国的指认，其实在媒体当中出现了更多证据，我们去看一下。6月14号，美国海军联盟官方刊物《海权》杂志报道，今年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年度海军演习，而演习的地点恰好就是此次北溪管道泄漏的发生地。9月21号，贴文指出，美国基萨奇山号两栖攻击大队也曾出现在伯恩霍尔姆岛附近，当时其所在位置距离北溪管道的泄漏点大约30至50公里。甚至还有消息指出，美国一架直升机在北溪管道爆炸前曾在管道附近盘旋。9月27号，俄罗斯智库 Whatfor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贴文，称9月2号，我们注意到一架呼号为 FFAB123 的美国直升机进行了有趣的演习。贴文指出，这架型号为西科斯基 MH60S 的飞机在北溪管道泄漏当天出现在这一地区上空，并且附上了一张该直升机当天的飞行路线图，说明直升机要么沿着北溪二号管道路线飞行，要么在事故发生点之间飞行。我们使用航班跟踪器找到了9月2号 FFAB123 直升机的飞行路线，这架直升机于中欧夏令时间7:57起飞，它在伯恩霍尔姆岛以东的波罗的海上空飞行了几个环路后，于10:52降落。它的飞行路线与贴文配图是一致的。下一步，我们将同等比例尺的北溪管道地图与飞行路线图叠加在一起，发现 FFAB123 直升机确实曾在管道泄漏点之间东边的海域上空徘徊。根据测量， FFAB123 的飞行路径距离局部管道泄漏点分别是9或30公里。我们现在经常会提一个词叫时空交错啊，就是我觉得这些新闻里面就恰恰是演习区域跟北溪管道通过的线路出现了时空交错。因为我们说对于军事演习来讲，演习的举行的这一方和对手都会对这个演习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它进行调查侦查，那么这里面比如说水下的潜艇是常用的手段，向海床上面比如投掷弹药或者引发爆炸的话，那么不光自己是留下证据，而且我们说对手一定会知道。但是其实从管道破坏的角度来讲，从外部布设爆炸物，它很容易带来一些证据。从管道破坏角度来讲，比较高明的是从管道内部产生爆炸，那么这种方式是很难去追踪的。那按你这个说法，如果从管道内部进行爆炸，是否技术性要求更高，能够做到的国家就更少呢？类似的袭击呢，其实在历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几个国家有这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说并不是说这样的袭击大家想象不到，因为包括像007的电影里面其实都提过类似的手段，它是用这个轻管器搭载了爆炸物，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去进行水下的爆炸。那么轻管器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管道内部清理的设备，这个设备呢要么是从就是管道的起点或者终点去进行布放，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从技术难度上来讲是最低的，但是这种布放就难免是要讨论这个管道归谁运营的问题了。北溪一号二号两条管道基本平行，东起俄罗斯，穿越波罗的海，直到德国葛莱夫斯瓦尔德。北溪一号的运营公司和投资是多元的，它的最大股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持有管道项目51%的股份，剩余则由德国、荷兰和法国的4家油气公司合股。北溪二号管道虽然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独资拥有的，但俄气只提供项目资金的50%，剩下的资金则由德国、荷兰、奥地利和法国的5家公司承担。在这一段对于制造北溪管线爆炸谁有能力的分析当中，我们看到，如果北溪管线是通过外部原因爆炸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组织都有可能；如果是内部原因的话，现在被怀疑的对象就是美国。
那么可能下手机会比较大的是管线两头的这个国家俄罗斯和德国，当然还有北溪管线涉及到的其他的经营方。北溪管线究竟是谁炸的？不要走开，新闻见证组下节继续。谁更有可能对北溪管线下手？北溪关闭肯定有几个国家亏得很严重，难道俄罗斯是有备而来吗？整个欧洲那就是死仇了。到底谁炸了北溪？媒体当中出现了更多证据，有哪些国家或者组织在这个附近出现过？谁炸了北溪？如果是内部引发的爆炸，我们可以圈定一个小范围的嫌疑人，但是因为不能够排除外爆的存在，所以嫌疑人的范围依然非常的大。对，现在我们其实能讨论的只有动机，因为瑞典方面也讲了嘛，蓄意破坏。一谈到蓄意，就其实就是最后大家首先研究的就是谁有破坏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才会去讨论谁有这个能力。在没有北溪管道前，西欧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要通过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捷克等国。北溪一于2010年启动建设，2011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俄罗斯每年向欧洲输入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尝到了甜头的欧洲和一直被中转国掣肘、想要摆脱陆地管道的俄罗斯，在2012年开始规划北溪二工程。新管道不仅会把对德国的输气量增加一倍，而且能大大节省天然气过境费。德国是北溪管道项目的直接受益国，也是欧洲输气中转枢纽，在欧洲能源中的话语权最大。围绕两条输气管线，几乎整个欧洲都被牵涉其中。2009年，美国发现页岩气，并且抢占了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全球第一的位置。近年来，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量不断攀升，但是价格上缺乏竞争力。一是因为页岩气提炼成本高，二是无奈向欧洲出口天然气走的太平洋航线就有约10000公里的长度。于是，在北溪二的建设中，美国没少给德国和俄罗斯找麻烦。这是北溪管道路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些国家。如果说没有北溪管线的话，那么以往这个管线是从欧洲大陆上通过，包括我们说土耳其、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有了北溪之后，气不从我这儿过了，当然都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损失。如果俄气不进欧洲，美国的天然气就成为了替代原本价格便宜而且量又足的俄气的，甚至我们说唯二之选择。那么能够作为比如美气入欧洲的这个主要中转站的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法国，那么这些国家的港口会受益。那么如果从南线的这个非洲的天然气进入到欧洲的话，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会受益。就是如果这么讨论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国家是因为北溪的关闭而获得利益。但是北溪关闭肯定我们说有几个国家亏得很严重，第一是德国，因为德国人的位置在这里，无论是美气进入到欧洲，还是南边非洲的气进入欧洲，中东的气进入欧洲，似乎离德国都比较远，那么德国的用气成本必然是飙升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成本的角度去分析动机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说可以确定德国人不至于，那么俄罗斯人呢也犯不上。在这些国家当中，谁更有可能对北溪管线下手？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北溪二项目的推进之初就命途多舛，奥巴马执政时期，他就曾在与欧盟领导人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向欧洲出口天然气可以帮助欧洲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We've already licensed, authorized the export of as much natural gas each day as Europe uses each day, but it's going into the open market.
拜登任副总统期间也曾呼吁欧洲需要多种天然气来源，而不只是北溪二管道。拜登还补充道，所有欧盟国家现在都可以根据需要获得美国的天然气。Nord Stream 2 pipeline, we think, is a fundamentally bad deal for Europe. Europe needs diverse sources of gas, not, in our view, new Nord Stream 2 pipeline.而前总统特朗普还签署法案，对参与北溪二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接连修订颁布多部法案，矛头直指北溪二。据 BBC 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基辅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默克尔抱怨了他对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不满。虽然各方都是说的热闹，但是此前大家对于北溪的前途并没有死心，直到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前夕，北溪的命运才真正发生了改变。2022年2月22号，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立场与行动，德国经济部拟阻止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获得认证与投产运营。9月2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布消息说，在与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共同对波尔托瓦亚压气站涡轮机进行检修时，发现多处设备漏油。北溪一天然气管道将完全停止输气，直至故障排除。俄罗斯的这一说辞被普遍认为是报复北溪二管道关闭而对欧盟的威胁。但是，比德国更早已关闭北溪管道相威胁的却是美国。2月7号，美国总统拜登曾与德国联合举办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用关闭北溪二号管道来威胁俄罗斯。If Russia invades, that means tanks or troops crossing the border of Ukraine again. Then there will be no longer.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没想到，最先对北溪真正下手的是德国，这不等于拿着刀子扎自己了吗？看起来好像德国人是自己扎了自己一刀，但是我们说德国的北溪二其实并没有通气，那么德国人没有损失。北溪一按说它的原来的这个主动权在俄罗斯手里，但俄罗斯讲我暂停通气，什么时候？恢复我说了算，北溪二其实德国的表述也是什么时候让你通气我说了算，他等于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并不是说这个管道就废弃了，这个跟现在北溪一因为管道的爆炸导致管道内部的整个气流已经紊乱掉，而且我们说管道会有水侵入，海水侵入之后它会有锈蚀，那么这种管道的修补包括内部的清理的过程很长，能不能实现清理，何时能够实现，投入什么样的成本，这都是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视为北溪一近乎于有进入到废弃的可能性，彻底的废弃之后谁能够从中获得利益，那么它当然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自2020年以来，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一直在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就是通过北溪一号管道进入德国的天然气。今年以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向欧洲供应的天然气比去年减少了43%，但价格平均上涨了3倍。为了弥补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出口的减少，欧盟今年进口了创纪录的液化天然气，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根据路透社援引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福特的数据，2021年美国出口至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只有340亿立方米。而在2022年仅上半年间，美国就向欧洲出口39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同时，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6.5%。预计2022年，美国天然气的产量还将增加5%左右。不过，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下降的原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2021年是俄罗斯主动开始限制其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难道俄罗斯是有备而来吗？2021年7月和10月，媒体两次集中爆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没有向乌克兰预定通过其管道系统运输天然气。
咨询公司 Inspire Energy 的主管尼克·坎贝尔表示，到今年夏天为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还没有在乌克兰的月度拍卖中购买任何运输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推动北溪二号完成的战略。这也许是俄罗斯用卡欧洲能源脖子逼北溪二号管道通气用的一个以退为进的手段，当然结果是北溪二号目前为止也没能运营。现在彻底没有北溪，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情况是怎样的？经过一番搜索，除了北溪之外，俄罗斯还有六条通向欧洲各国的天然气管道，其中两条经过白俄罗斯、波兰，还有两条经过乌克兰，剩下两条经过土耳其。像2021年那样子用北溪一去卡欧洲能源脖子的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来说，它再没有这种主动权了。对，就是至少欧洲会努力的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只不过现在我们说，欧洲在短时间内找不到一个廉价可靠的供气方，现在处于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自己就有一个缺口。但是如果只买俄罗斯天然气，我又不放心。很多人在考虑，一个是俄气继续的销售，那么这种陆上的通过方，他们确实会有一定的好处，这里面包括白俄罗斯啊，包括乌克兰，可能还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还有我们说像土耳其。那么美国人呢，当然我们说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这个相关的份额一定程度上会被美国人占走，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并不是简单的单纯讨论收益，但是收益一定是一个最大的考虑的点。那么从利益最大化出发，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在北溪管道被废止之后的利益获得方，而这两者又都是俄乌冲突当中与俄罗斯站在了对立面上。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动机、谁的可能性更大呢？9月27号，北溪管道泄漏事故发生后，瑞典初步调查结果出来前，各方表态就纷纷把责任指向人为因素，且俄罗斯、美国、乌克兰都在被怀疑之列。北溪泄漏发生第二天，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就声称，北溪管道泄漏事件可能表明俄罗斯准备升级与乌克兰的战争。他说，这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发出的信号，这表明俄罗斯人可以使用哪些手段和机制来进一步破坏欧洲的稳定。欧洲议员、波兰前外长希科尔斯基9月27号发表贴文，直接将美国与该事件联系起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9月30号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官方新闻稿中，布林肯说，北溪管道被破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Ultimately, this is also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It'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once and for all remove the dependence on Russian energy, and thus to take away from Vladimir Putin the weaponization of energy as a means of advancing imperial designs.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就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经过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面临巨大政治变数，乌克兰将天然气过境费用提升了50%。现在北溪不能用，借到乌克兰的输气管道更显利用价值。怀疑俄罗斯呢？我们说更多的还是基于现在欧洲的这个政治和舆论的风向的考虑。那么怀疑美方呢，当然我们说是第一，我们说了美国的天然气现在挣钱挣得很多，其次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的这个我们说从政治人物口中，甚至是主要的政治人物口中去提出来要对北溪进行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我们说如果被发现的话，那整个欧洲至少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那就是死仇了。而我们说乌克兰呢，从经济上来看似乎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说第一，乌克兰离这个区域很远，而且要在海上做相关行动，那么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概率也很大。那么乌克兰是不是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力，那么在进行类似行动之后是不是能够不留痕迹让大家抓不到把柄，而且还有这个内爆的因素。对，刚才如果是内爆的话，乌克兰的可能性可能更小了。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的调查一定会成为现在我们说欧洲、美国、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未来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看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我们能够称之为让大家满意的报告出现，因为终归这件事情牵涉的利益方太多。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瑞典拿出这样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可以说太难做人了。新闻见证组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会。